天跟我们钓鱼阿辉哥一起过来啊，还有船老大韩蟹哥，现在已经停好船了啊，准备下竿。哎，陆鱼，阿明，开竿鱼啊，开竿鱼，开竿鱼。虽然不是很大，飞起来，但是也是好兆头，好兆头。第一条啊。哎呀，阿明又中鲈鱼了！哎，这头一斤，哈哈，三条小鲈鱼、啊，都是小鲈鱼，钓了三条小鲈鱼。今天用这个本虫啊，一斤200多、啊。然后钓鲈鱼的话，用这个九节虾，一斤100多。今天水面风平浪静，太舒服了啊！好，韩蟹哥来了啊！韩蟹哥第一条，看大不大？哦呦，金级大黑雕啊！金级大黑雕啊！金级大黑雕啊！好嘞，啊，有一斤了。这边鲈鱼也散了，小鲈鱼啊！今天好多船啊，七八部船。小黑在那边玩游戏，阿坤跑哪里去不知道。换碟换碟，现在不吃了啊！上鱼了，上鱼了，换了个新碟啊！要不要抄网？应该不要。哎呀，缠住线！哎呀，环雕啊！环的，环的，环的！环雕啊！哎呦，这只环雕不错。这只环雕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也给它抄一下。不要不要，起来了起来了。起来了哈。环雕啊！哎，这个环雕不错。昨天黑雕钓够了，就钓环雕了。可以啊，来来来，继续。喂，这哪有？我靠，连杆啊！啊，你这一条这一条都还没放冰箱，你这条就来了。这个就叫连杆啊，连杆啊！看一下是不是又是环雕啊？这边一般都是环雕嘛。哇，又是环的，又是环的，牛逼哄哄，牛逼哄哄，大环大环啊！今天会有什么？走走走走走！哎，这条更大！我的个！一斤多，甩甩甩甩！啊，我看看有没有脸大。这个有一斤多、啊。有有有。有啊。有有有。啊，好好好。螃蟹哥也来了。我的个！哎呀，那么小。没事。小黑雕，小黑雕哈。也有三四两嘛。三四两算小的，不能算大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错。好，半天来一条，哎，应该是黑雕吧？哎，怎么拉到水面跑了？啊？哎，现在出了点太阳啊，舒服多了。换了好几个点都没鱼啊！刚才问他们也都没鱼，继续努力啊！现在又换了一个点啊，今天鱼口不是很好。然后那个大蓝网啊，那个里面是养那个黄瓜鱼的，黄瓜鱼都养在那个蓝网里面。然后这边试一下啊！哦哦哦，这只打，这只打啊！终于等到大鱼了，螃蟹哥 OV 了，你人往后一点，小心切线呢。这个在菜区里面不好搞，那好搞啊！哎，稳稳的把它搞上来啊！哎，现在是不能数太紧，再搞两条压压冰箱啊，要不然冰箱都不敢开起来了。
抽完啊。嗯，可能要抽完。抽完啊，肯定要抽完。哎呀，这是两斤啊！哇塞，这么大！啊，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哇，这个大！哎呀，哇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云开呀！这边刚才上了一只，哦、这一只黄雕啊。这俩这么大的牛，然后你看这个黄雕，四两左右的黄雕放在这一条黑雕边上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船老大太帅，这老蓝牛这老路打个蓝牛电话了。现在这一只压冰箱啊，确实，这一只压冰箱够刺激的，收杆收杆，现在四点了啊，收杆回去。这是我们今天钓的啊、哦，把它倒出来看一下。不是不是了，今天还是没什么鱼啊。今天好多人都没钓到。那个船真的不错。哎呦，其实还可以啊、哦。有这些鱼，其实也还可以啊、哦。啊，别人好。有个十几斤嘛。然后黄雕。我说实话，后面我知道它没烟了，我这边我发我的这条。这条黑雕最大，这条黑雕有个两斤多吧。今天鲈鱼换点有啊，鲈鱼比较多，换点也是，但是个体不行。然后那个，你们今天有钓多少了？没几条鱼啊，总共就五条鱼。总共就五条鱼，四条、啊、哪有五条？那鲈鱼那么小，有不小？四条。